这个啊、哦，就是火龙果了。火龙果的花这么漂亮，哦，这么大朵，哦，这么漂亮哦，哦。按、啊、到黄昏的时候啊、哦，就像现在这样子，整个哦，哦，好像那个玉米一样啊，整个包的就整个都下水，哎、欸，都凋谢了，这样子，都这样子，哦。我昨天哦，我来看，朵朵都很漂亮。啊，那为什么会那么漂亮？哦，这里为什么会那么漂亮的花，会产生这么漂亮的火龙果的花？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边有那个电灯？它都是用那个电灯在照。哦，晚上用电灯把它光合作用来照它。哦，它的花朵就会很漂亮。哦。这么漂亮的花，哎，所以说我昨天的来观察，今天又来观察，你看，真的早上的花这么漂亮，又大大朵哦，比太阳花还漂亮，哦，我你看这边，哦，这么大朵，哦，哦，啊，它都有电灯哦，晚上。哦，这个就是要栽培，这么漂亮，哦，这就是火龙果的花，哎，火龙果花盛开，啊，你在那个一般哈、哦、没有像这样子有那个灯光哈、哦、照射哈、哦，哦，它没有这么漂亮，哦，这是人家的、哦、火龙果的果园，哦。那看到吼，这个信义乡农会酒庄农特产品展售中心，看那外围的造景哈。我那边一个酵素工坊，哎，那个是做醋的。梅子梦工厂园区的，嗯，哦，这几个好多个小可爱哦，的当造景。是伴手礼。哦，来到了。哦，他这个有在制造，嗯，国产杂粮哦，这东西嘞，农会辅导的。
里面不光是卖一些农特产，还有一些藏景哈，也都有，还不错。那酒庄嘛，啊酒庄就是拢卖一挂烧酒啦，嘿。职位请接三线电话，职位请接三线。好、哦，金牌奖。今日就无游览团的来，我这小庄这嘛是一个景点，嘿，嗯，最讲究的吼。算讲若来遮买一挂伴手礼啊，回去安尼，互人分享。人家信义乡算那个南投，哎，人家。种梅啊，较多，嗯，这嘛做一个造型啊嘞，哇，你看，遮侪种，哦，再讲下，哦，拢总有吼，我介绍拢甲你标起来，哇，我的爱情系列。哦，灰鼠请假，嘿，哦，这家的灰鼠，这家的灰鼠，只有这样，马拉松，马拉松，很嗨嘞！我不想到他是在开趴，对啊，我在美酒，有神酵素，拍手嘞，真的，对啊，然后医生比我好兴奋，看到我都傻眼。哦，很多呢，很多产品呢，嗯，三包350，嗯，哦，那个一只在造景，这山猪啦，嗯哦，那好多电筒个坐呢吼。
先跟阿威先生打招呼。那个有用吗？那个啊，哦，那个用量比较少，那个要。哦，啊，这几啊间馆的哦，吼，好几个馆。这若要行落去嘛，行，哎，真细的哦，吼，啊，对面嘛是。啊，隔壁这嘛搁一间。光是来这边哦，就很多的景点哦，可以那个参观。啊，来这边的免费哦，停车免费，啊，这么好的地方啊，那边有一个哦凉亭，很漂亮。嗯，好山好水的好地方啊。哦，啊，这花啊呢，真水，哎。哦，即卖花期吼，咧开，逐项拢足水的。哦，啊，外口遮，啊，真正敢那秘密花园呢。哦，啊，这玉山呢，玉山上高的山呢，啊，中央山脉，哦，整个西藏啊，呢，何尝这么大？哦。这若做风台，迄路拢会歹歹去，吼、哦。这逐摆若做风台，即搭拢都很严重，嗯。哦，啊，即个嘛做一个造景，吼，恁伫个遮会当坐遐，哎，享受啊，哇，遮座椅拢平平，真好吼、哦。哦，传统的乌梅吼、哦，风培造了，造了，嘿。
往参观了。哦，这鱼白真足水啊，迄款足好食诶。哦，这有影水哦。整个哈大峡谷，大峡谷了，真的很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峡谷。哦，这弄跌到哪呢？哦。探访一下森林，哎，这里有一条小路，我就把它走下来看一看。哇，原来是一个吊桥，这么漂亮的吊桥。这个是在信义乡，南投信义乡。哇，真的有这么漂亮的景点，这个也没有路标，没有指标，所以说哈，人家要来到这个地方哈，几乎没有。这个叫做龙户坪吊桥。哇，它过去也是人家的村庄，对。哦，这个桥的长度很长哦。全景都拍得到，哇！你看，哇，真的哦，那雪山山脉的哦，那个大峡谷就是从这边下来。